你若放开啦！我的手就疼了呀！玉琪，你有要紧无？玉琪，你安怎无？安尼根本就是咧认得囡仔嘛！我认得囡仔，你敢知影我昨昏去手拿卡西的所在，看到一个有钱的阿婶？门内底小姐啥物无？问伊食的爱偌济钱？食的爱偌济钱呢？你让玉琪这么细汉，都去阮所在咧趁钱，恁真是咧认得囡仔？尤其敢有这款代志？有啦，啊，不过你谁准来无讲？你走，你赶走！卡桑，你哪会讲这款话？我叫你走，你无听着。卡桑，你哪安尼？你不是想听我？我哪有听你？我是看你可怜，你也不是我生的啦。啊，不过我爱你啊。你爱我，我无爱你啊。我哪有爱你？就算讲夭死，嘛袂让你去个所在赚钱。我不相信。好了，你该讲。是啊，我一点仔都不爱你。卡萨，杜萨，你讲的敢是真实的？当然嘛是真实的，自细汉，阮就要甲你害哦，你的亲生爸母啊，是看你可怜才甲你留落来呢。你一出世，你的亲生阿兄，脚就叫砸断，即马你搁走来阮家要甲阮带衰，你走，永远莫让我看到。卡萨，卡萨。这哦，有够有够哦，先入去吃饭啦吼。哼，笑死人！啊，万一知影，才万一输嘞。到底是耍袂啊？已经有咧进步啊啦，有生增加囡仔啦。行行，有啥物路用啦？若袂晓叫声阿爸阿母吼，讲迄拢无效啦。谁讲伊袂晓叫？尤其你上乖啊，对无？来，叫一声阿爸看卖啊。好，拜托。你免少想伊会叫啦，因为哦，伊根本哦都无甲咱当作是一家伙啊。到底是好袂？尤其，紧叫阿爸，紧来啊！叫阿爸，叫啊，叫啊！Yuki， Yuki， 你呀，你呀 ，Yuki， 你呀，进来啦，去看下什么代志啦。你呀，董事长没事啊？啊？给找到去。给给给 ，Yuki 呀。啊，不讲一声，就安尼做伊走啊？你是无听因讲，因道上要死啊哟！什么道上要死啊？道上伫遮啦，来去饲鸭啦，靠家己啦，靠查某囝，你食较歹。太子啊，你进来。
阿如哦，你有听到无？道长，我是弟子啊，道长。弟子。啊。几个？我只讲，可以起来。马子强，你带尤其回来啊！恁娘爸身体有较好无？伊过身了。啥？伊过身啊？啊，哪安尼啦？啊，恁兜咧办丧事，还阁倒袂来阮兜哦？啊，无你是要带衰哦？我是要来甲恁讲，我以后要住伫咧哪家？尤其，咱毋是讲好势啊？以后你都毋免替伊一家伙仔趁钱啊！家都是领导，啊！不过，阮道三伊过身啊，门口上需要我甲伊斗相共，我一定要回去。你哪只戆啦？因是需要你回去甲因斗趁钱。我若是有趁钱，我嘛会甲因斗相共啊。是啥物人要你的钱啊？你别安尼啦，你身体无方便。我嘛想要甲你斗相共啊！是啥物人害我无方便的啊？是啥物人害我摆卡？是啥物人害我一世人捡角的啊？你无捡角，你会使斗相共饲阿米啊？你嘛会使斗相共做足济代志的。你是讲啥？好啊啦，莫你遐去甲动手啦！我倒去那边住。不管是你，还是那边，我拢爱斗相共。你老实讲，这话不是你拥护家己的吼？不是啦，这是我的心内话。好啦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啊，我嘛袂阁勉强你啊。阿哥又去。我有一项代志要问你，你敢会当叫我一声阿爸、阿母？这我。哼，叫袂出来哦，我就知影。
那偌家是，让你吃什么浮花水，让你这样死中啦？这是我欠你的。好啦好啦，让你回去用坐啦。等下啦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真正唔肯叫我一声阿母哟？Thank you.